欢迎收看《鲜货报报》，我是乔编。现在刚好是草莓的季节，所以今天要来带大家去体验采草莓哦。那我们今天呢，就是在台北市内湖区的白石生活有机农场。那这个农场呢，它标榜就是有种植很多的有机草莓，而且它有超级多不同的品种，我觉得超酷的。那我们一起去体验看看吧 ，Go！现在要请我们的奶咪老师帮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的草莓园。我们的草莓哈，我们这边都有一个标示，希望说来这边的人先看一下我们的规则，先看清楚了，对对，再进来。所以我们这边的话，现在是有几种品种的草莓。来，我先帮您介绍第一个哈，这个叫粉带白草莓。粉带白草莓这一区全部都是粉带白草莓，你要不要吃吃看？直接现吃吗？因为我们是有机种植的，我们没有农药，没有什么。很甜，很甜哎，那香气不一样的。对，它的香气很香，好好吃哦。这个又不一样的品种了吗？不一样哈，这个就是雪兔白草莓，所以它也是白草莓，但是跟刚粉带白草莓是不一样的。它的差别是什么？它是颜色会变这样子。哦、真的不一样哎，它是纯白的，而且它籽都是粉红色的，超可爱的。啊，这个就是那个金钻红草莓，金钻红草莓、欸、好漂亮哦。因为有机久了，你有没有感觉到进来我们这里空气还是蛮好的？因为我们没有放任何一个化肥，我们都用自然的除虫、哦，用天然的方式。所以它叫水蜜桃草莓，是因为它的色泽颜色像水蜜桃，但是香气是一样的。那、哦、你闻闻看，哎、欸，好像真的是水蜜桃的味道哎、欸，好神奇哦，很讨喜，对不对？好可爱哦，它长来是草莓，但是闻起来真的是不一样的味道。它颜色跟刚刚的红草莓比起来，相对粉嫩一点，就是有点像水蜜桃的颜色，然后闻起来是水蜜桃的香味，超酷的。走吧，要去装礼盒了。哇，番茄！来来，你拔，拔起来吃。好吃啊、很甜哎、欸！哇，这边都是萝卜，直接用力拔就好了嘛，有诀窍。来来，这样子，来来，这样子，这样子，来两只手。嘿嘿嘿，哦，耶！第一次拔萝卜，第一次拔萝卜，对。今天体验完我们的采草莓了，那今天刚来到这个园区的时候，发现这里真是超大超舒服，而且这里啊，其实只要到内湖捷运站，然后搭公车上来只要20分钟，所以20分钟就可以到这样子的仙境，这样的世外桃源，体验我们的采草莓。我们除了可以体验采草莓之外，它也可以 DIY 做果酱或者是草莓铜锣烧，那我觉得真的是超级适合亲子一起过来玩的。我们现在呢，就是2024年内湖的草莓季开跑喽。那如果大家有来的话呢，都可以来这边扫它的 QR code， 那就会有好礼等着大家来拿哦。那我们鲜货报报就下次见喽，拜拜。